弟子，修菩萨道的人根本的德行，我们没做到啊！哎，见到人家行好事，赞叹几句；见到人家不说的不好，还得批评。我们的起心动念起来了，没放下；分别执着没放下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依旧造的是轮回业，自己还不知道啊，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佛菩萨看到流眼泪摇头啊，啊，这什么原因？没有遇到善知识，没人教啊。那我算很幸运的，我还能在李老师麾下待了十年呢，看到榜样啊！啊，老师是言教，身行言教，做给我们看了。所以，善财童子是表法，是做给我们大家看的，学习大成，就要像善财那样的。五十三个善知识是代表我们现在的社会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有善有恶啊，他通通采访啊，去参学，并不是说善的我去，不善的我不去，他通通去啊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他是平等心啊，里面只有一样不相同。你看离境相同，对善知识恶知识相同，离境没有差别，不同在哪？赞叹啊，善的与德行相应的，戒定慧相应的，赞叹；与戒定慧不相应的，不赞叹。你看有离境没有赞叹，那为什么？那不是一般人都能学的，一般人都教坏了。啊，那真正修行人会成功。为什么？关关他通过考试啊。啊，他都能通过啊。他这真在他眼睛那儿是善知识。啊，在一般人看起来那是恶知识。佛法没有善恶，善恶是假设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是一时的方便，不是绝对的。那绝对的佛说无有定法可说，那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方便，善巧方便，目的帮人开悟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啊，善财从头到尾都那么样的谦虚恭敬，对善的赞叹，最不善的就是不赞叹，没有批评的，那要批评就错了，那错得太离谱了啊！在这个境界里头生活，从早到晚工作，待人接物，这就是菩萨学处啊！你真正学佛，在这里学啊，学最重要的就是学用真心，不能用阿赖耶。阿赖耶是妄想分别之处，不能用，用真诚，
成到基础啊，不要怕吃亏，不要怕上当，不要怕别人骗我啊，甚至别人伤害我陷害我都不怕，一味真诚你才能成佛，才能成就啊。还有假的，还要自己保护自己，错了啊，需不需要人家来害我，需不需要防范，不需要啊。你防你常常有防范，你的心还不清净，不要说平等觉了啊，清净心没得到啊，真有胆量啊。啊，为什么有胆量？我念念都是往生极乐世界，今天走最好，有这样的心啊。这个世界有缘，我为大家服务，多帮助大家一点；没有缘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好啊。啊，舍要舍得干净啊。啊，还有拖泥带水不行啊！啊，不能受环境影响，那叫真功夫。啊，常常受环境影响，六道反复。啊，几时能出得去？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